不行，我手小，抓篮球抓不住，踢足球还行。你说soccer？我也喜欢足球。也是足球吧。China beat Thailand in the night, the World Cup qualifying。你知道吗？前几天晚上是世界杯的预选赛，中国战胜了泰国。有是吗？在泰国举行男足的比赛，2-1。但是我觉得侥幸成分大。因为我现在对我们国家足球队呢，我不敢肯定他们的这个水平。I don't comment on the 有起伏，有起伏。